各界龙珠，哈，别管舞龙珠许愿，啊，大家哈，那这个小红包量啊，就好大家新年短暂吉，啊，吉尼农夫运，啊，再次感谢咱地来宫，啊，跟当属六家地府当属六，噶所有的首领员，今日合作寿宴来发红包，所以啊，就好咱地来宫，休会点心，信徒满天下，咱在座所有贵宾、所有好朋友，大家新年快乐，哈，福平安，龙年行大运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今年快乐。蔡丽茹说已经有收到这个市府的派令，说好像年会要上工，所以市长有特地要延揽第五届了。是，基本上已经确定哈的，我主动邀请他，那用人为才，那我们希望台中市政府里面不分党派哈，那各种的人才都有，爱宅惜财，所以我主动邀请他，那事实上他很有经验，过去啊，他在台北市政府任内啊，就是市府的专职顾问，所以他对这个角色，对于
年的民调，台中市有多地相持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台中是一个有爱的地方，那台中的市民的这个向心力跟本身的这个素质非常的好，那所以我主政这几年以来，那我看到我们市民朋友们、市府团队，还有包括很多的民间机构团体哈，大家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让我们台中这个家更好，所以大家都奉献啊，那大家都关心，所以才会让台中更好。那也因此台中有进步，那能够成为六都这个市政满意度最高，那同时也是市民感到光荣感六都最高的地方，这是全体市民共同的功劳，也是市民的成果哈。那所以我们那台中市政府我们会继续努力哈，来服务市民，建设我们台中，谢谢。盛文说大选期间竞选歌曲得失联合作，中年大叔不会唱，然后未来如何要引起改革来引起青年人的共鸣？感谢大家宝贵的意见啊！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的努力都是希望下一代比我们更好，大家共同朝着这个目标一起往前迈进。昨天蒋市长有唱一首歌，要不要也是回应这一题？蒋市长，那侯市长今天要不要也来唱一首歌？谢谢蒋市长的歌声很好，我很羡慕他有一个好歌喉啊！
我的过火饼上讲市长，不过过火好坏都没有关系哈，只要发自内心唱出来的歌曲，而且能够化成你的行动的力量，也当让台湾较进步，我们的声音是更加进步，这就是一个市长该做的代志。所以歌声好坏无重要，认真打拼做出好成绩才是较重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市长。我带给你跳舞。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。党内的造势，放的音乐太老派了，连他自己都没有共鸣。那你觉得未来在这方面是不是国民党应该要来改？我想最重要的，其实要争取人民的认同，做出成绩，做出政绩。不管是我们所有县市首长，在国会的立法委员，或在地方议会的议员朋友，我们大家共同努力，做好分内的工作，为人民来服务。我想这就是最重要的。那至于歌曲的选择，我比较没有资格，因为我唱来唱去万年的就是那一首《告白气球》，哦，或是《坚持》，哦，比起我还要低，或是告五人的《披星戴月的想你》，好，所以。很新吗？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可以吗？很新吗？哈，当然还是不够新了。如果有新的歌曲，你们可以推荐给我，我来好好练一下。那市长，那你初二、初三好像没有规划行程，目前是因为家里有排什么样的旅游吗？我之前有说过，大概。大家给我一点时间，好好陪陪家人啊，我安胎坐一下啊。这个，大家放我一马，否则我要被太太放生啊。所以给我一点时间，好好陪陪太太、孩子，让我有机会可以一打三啊，让太太好好休息。小心啊，你来选一首歌。我选的都很难嘞、欸。不会比张惠妹来的。这是什么？三天三夜。不会选太难了。谢谢朱立伦主席，我们国公荣誉主席，啊，江启臣副院长、副科局总召，还有我们洪孟楷书记长，以及三位副主席，以及我们黄秘书长，各位亲爱的党内先进同志，各位委员同仁，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，来这里，这是一句感谢，谢谢各位在过去这一年普选非常的认真努力，我相信广大的民心，还是希望能够振作。然后强而有力，代表人民希望的一个国民党，然后非常非常的强烈的存在，能够反映民众的心声。那今天是尾牙，不讲太多严肃的话，我想我们等下所有立法委员大家一起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今天是属于所有党部工作伙伴的尾牙的日子，如果我们一人唱一首的话，光我们这十几个立委啊，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所有的立法委员，大家由。小心啊！你来选一首歌。不会比张惠妹来难吧？这是什么？三天三夜。你不能选太难的。我们让大家一起来唱一首，尤其是跟欢乐有关的主题曲，代表立法院对我们中央党部的感谢与祝福。那这一点，再一次谢谢朱主席，也要祝福所有我们在座党内工作伙伴，大家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啊。阖家愉快平安，再一次祝福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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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天堂。Yeah.